善男子啊，言礼敬诸佛者，所有净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佛刹，即微臣述诸佛世尊，我以普贤横愿力故，身心信解，如对目前，悉以清净身与意业，常修礼敬，虚空界尽，我礼乃尽，以虚空界不可尽故，我此礼敬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身与意业无有疲厌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言称赞如来者，所有净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刹土，所有极微一一尘中，皆有一切世间极微尘数佛，一一佛所，皆有菩萨海会围绕。我当悉以甚深圣解现前之见，各以出果辩才天女微妙舌根，称扬赞叹一切如来诸功德海，穷未来际，相续不断，尽于法界，无比周遍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言广修供养者，所有净法界、虚空界，我以普贤横愿力故，起身信解，现前之见，悉以上妙诸供养具而为供养。善男子，诸供养中，法供养为最。所谓如说修行供养、利益众生供养、摄受众生供养、待众生苦供养、勤修善根供养、不舍菩萨业供养、不离菩提心供养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言忏悔业障者，菩萨自念，我于过去无始劫中，由贪嗔痴发身口意作诸恶业无量无边，若此恶业有体相者，尽虚空界不能容受。我今悉以清净三业，便于法界极微尘刹一切诸佛菩萨众前，诚心忏悔，后不复造，恒住境界一切功德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言随喜功德者，所有净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佛刹，即微尘数诸佛如来，从初发心，为一切智，勤修福聚，不惜生命，如是一切难行苦行，圆满种种波罗蜜门，成就诸佛无上菩提及波涅盘，分不舍利，所有善根、六趣四生、一切种类、十方三世一切声闻及辟支佛，有学无学，一切菩萨所修无量难行苦行，至求无上正等菩提，广大功德，我皆随喜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言请转法轮者，所有净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极微尘中，念念有不可说、不可说佛刹，即微尘数一切诸佛成等正觉，一切菩萨海会围绕，而我悉以身口意业种种方便，殷勤劝请转妙法轮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言请佛住世者，
所有进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及微尘数诸佛如来，将欲示现波涅盘者及诸菩萨声闻、缘觉、有学无学，乃至一切诸善知识，波悉劝请莫入涅盘。善男子，言常随佛学者，如此说婆世界，毗卢遮那如来，从初发心，精进不退，以不可说、不可说生命而为布施，剥皮为纸，吸骨为笔，刺血为墨，书写经典，积如虚名，为众法故，不惜生命，何况王位、诚意、聚落、宫殿、园林，一切所有，基于种种难行苦行，我此随学无有穷尽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言恒顺众生者，为尽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刹海所有众生种种差别，所谓卵生、胎生、湿生、化生，或有依于地、水、火、风而生住者，乃至一切天龙八部、人非人等，五祖、二祖、四祖、多祖，有色、无色、有想、无想、非有想、非无想，如是等类，我皆于彼随顺而转，种种成事，种种供养，如敬父母，如奉师长及阿罗汉，乃至如来等无有异。菩萨若能随顺众生，则为随顺供养诸佛。何以故？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，因于众生而起大悲，因于大悲生菩提心，因菩提心成等正觉。譬如旷野沙气之中有大树王，若根得水，枝叶华果，悉皆繁茂，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，一切众生而为树根，诸佛菩萨而为华果，以大悲水饶益众生，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华果，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。是故菩提属众生，若无众生，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，以于众生心平等故，则能成就圆满。大悲心随众生故，则能成就供养如来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言普皆回向者，从初礼拜乃至随顺所有功德，皆悉回向尽法界、虚空界一切众生，愿令众生常得安乐，无诸病苦，欲行恶法，皆悉不成；所修善业，皆速成就。关闭一切诸恶趣门，开始人天涅槃正路。善男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十种大愿具足圆满，若诸菩萨于此大愿随顺去入，则能成熟一切众生，则能随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
则能承满普贤菩萨诸行愿海，或复有人以深信心于此大愿，受持读诵乃至书写一字句记，速能除灭五无间业，所有世间身心等病种种苦恼，乃至佛刹极微尘数一切恶业，皆得消除。是故若人诵此愿者，行于世间无有障碍。此善男子善得人身，圆满普贤所有功德，不久当如普贤菩萨，速得成就微妙色身，具三十二大丈夫相。又复世人临命终时，最后刹那，一切诸根悉皆散坏，一切亲属悉皆舍离，一切威势悉皆退失，唯此愿王不相舍离，于一切时引导其前。刹那中，即得往生极乐世界，道母即见阿弥陀佛，文殊师利菩萨、普贤菩萨、观自在菩萨、弥勒菩萨等，此诸菩萨色相端严，功德具足，所供围绕。见生莲华中，蒙佛受记，得受记已，经于无数百千万亿那由他劫，普于十方不可说不可说世界，以智慧力随众生心而为利益。不久当作菩提道场降伏魔君成等正觉转妙法，能令佛刹极微尘数世界众生发菩提心，随其根性教化成熟，乃至今未来劫海广能利益一切众生。善男子，彼诸众生若闻若信此大愿王，受持读诵广为人说，所有功德除佛世尊于无知者。是故汝等闻此愿王，莫生一念，应当谛受。受以能读，读以能诵，诵以能持，乃至书写广为人说，是诸人等于一念中所有横愿皆得成就，所获福聚无量无边，能于烦恼大苦海中拔济众生，令其出离，皆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。所有十方世界中，三世一切人师子，我以清净身语意，一切便利尽无余。普贤横愿威神力，普现一切如来前，一身复现刹尘身，一便利刹尘佛，于一尘中尘数佛，各处菩萨众会中，无尽法界尘亦然，
身信诸佛皆充满，各以一切音声海谱出无尽妙言词，尽于未来一切劫，赞佛甚深功德海，以诸最胜妙华满，祭月涂香集伞盖，如是最胜庄严具，我以供养诸如来。最胜衣服最胜香，墨香烧香与灯烛，一一皆如妙高具，我悉供养诸如来。我以广大圣解心，深信一切三世佛，悉以普贤横愿力，普遍供养诸如来。我悉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与意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忏悔。十方一切诸众生，二乘有学及无学，一切如来与菩萨，所有功德皆随喜。十方所有世间灯，最初成就菩提者，我今一切皆劝请，转于无上妙法轮。诸佛若欲试涅盘，我悉至诚而劝请，唯愿久住刹尘劫，利乐一切诸众生。所有礼赞供养福，请佛注视转法轮，随喜忏悔诸善根，回向众生及佛道。我随一切如来学，修习普贤圆满行，供养过去诸如来，给予现在十方佛，未来一切天人师，一切意乐皆圆满。我愿普随三世学，速得成就大菩提。善哉，善哉！世尊与诸圣者菩萨摩诃萨演说了如是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圣法门，那是诸大菩萨及所成熟六千比丘中，文殊师利菩萨而为上首。衔接一切诸大菩萨中，弥勒菩萨而为上首。一生补处主灌顶位诸大菩萨中，无垢普贤菩萨而为上首。还有十方种种世界的无数菩萨，全都前来集会。诸大声闻众中，大智舍利弗、摩诃目犍连等而为上首。还有人道、天道、一切世主、天、龙、夜叉、乾闼罗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侯罗伽、人非人等一切大众，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师徒俩
少遍，梦里一丝一发愿牵手走天边，恩怨都忘了，愿清平等笑相见。闪闪亮光明，生生不退菩提心。一时在舍卫国奇缘精舍的楞严法会上，各大菩萨与大阿罗汉分别宣说了各自正悟、正等、正觉三摩地的圆通法门，大势至菩萨与他同修念佛三昧的52位菩萨宣说了念佛圆通法门。我记得过去无量劫以前，有佛出世，名号为无量光佛。那时先后有12尊佛相继出世教化，有一大劫之久。最后一尊佛名号是超日月光佛，正是他教我修习这念佛三昧。